论大赛举办的那个周末，前 WWE 冠军李米朋克 CM Punk 在其老家芝加哥举办了一次粉丝见面会，吸引了大批粉丝到场。当时有很多猜测他是否会在的论赛事中亮相，结果事实显示他并未参加。然而上个月在接受摔角媒体 Wrestling King 采访时，前 WWE 选手科迪罗兹趁马特杰克逊 Matt Jackson 小鲜肉 Young Bad 组合成员之一，的确向朋克抛去了橄榄枝，只不过他还是婉拒了。说到李米朋克的粉丝见面会，曾几何时他在推特中回复过粉丝自己为何不进行一次粉丝问答活动，当时朋克如是说道：因为我知道巴蒂斯塔弟弟的尺寸，但这种事哪能透露出来呢？而对此巴蒂斯塔回复称：都给我乐死的，倒是不会承认什么了。不过看来内裤似的换了情表情，泄露哥们啊，笑哭表情。